小妹，等男朋友吗？别急，他以前也老迟到。在人生里没有迟到就好了嘛。送给你的，这可是我在路上买到最漂亮的花。但是跟你相比啊，还是差太多了。这都几点了，你还来干嘛呀？哎呀，宝宝，哎，我这个手机出问题了，闹钟没有响。你说你哪次不是这样？找的那些借口自己都不走心，还指望我信吗？还记得我们怎么认识的吗？那是在大一的公共课，要不是因为我迟到了，你旁边位置是空着的，我们才有机会认识嘛，是吧？那所以说呢，我的拖延症才是我们感情的开始。来来来，一杯敬过往，一杯敬明天。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，迟到了就是不行。不过今天看在花的面子上，先放过你，下次可没那么容易了。哎，你不是说今天要带我去参加一个芝士蛋糕的体验课吗？你快和那个老师联系一下，我去补个妆，一会儿回来。好。喝点什么吗？这儿没酒，但是咖啡还不错。别扯那些有的没的了。你好，这边需要点餐吗？待会儿需要叫我们就可以了。今天叫我们来该有活干了吧？啊，这几天可把我憋坏了。你该不会是已经把钱给花完了吧？你这一天天的这么紧，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，别搞得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。毕竟啊，有这么一对不靠谱的亡命鸳鸯，已经够我们受的啦。小哥，这话怎么说的呢？你也不想想，舒阳的枪法救了你这狗东西多少回？说吧，今天叫我们过来什么事儿？我们退出。啥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菲菲怀孕。操！就因为这？什么叫就因为这？哥，你说这话我可就不高兴了。就因为这，那你们俩这段可对不成。干我们这行可不像坐办公室，既然上船就别想随时上岸。我们想退的话谁也拦不住。哟，儿子，舒阳今天可真有意思啊！你们俩想的倒是挺好，退出了，不用每天见血了，可以好好过日子、生孩子了。但是舒阳，你应该知道，菲菲每天打海洛因，怕是生不出孩子了吧？菲菲已经戒了。哼，戒了。瞧，就这，昨晚才嗨过吧？还想生孩子？放手。大哟。平时我跟舒阳对你是太客气了吧？好，我就喜欢你们这么硬气的两口子。这样吧，你跟我们再去干一条大的，大家一步到位，想生孩子可以没问题，但是干完最后一单再各奔东西，怎么样？好主意。到时候让舒阳做主力，就算真的要查，咱也几年缓缓，舒阳你也能改头换面，是不？哼，看我干嘛？毕竟你们的选择也不多了，就这么定吧，干一票大的，然后各奔东西。啊，对，接下来计划一下。咱还是自家一个，行不？小妹妹，在给谁打电话呢？啊？
呦喂，打 case 呢啊？哎，干嘛？我们聊我们的，你扯上他们干什么呀？我他妈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来他们内部会议，当初你们说要在咖啡厅口内部会议的时候，老子就知道有鬼，才叫他们带上家伙。果然没错。还有什么鬼主意？都他妈给老子说出来，不然老子把你们全部给搞死。我们哪有什么主意啊？我们只想回归正常的生活。都冷静下来，我们已经暴露了太多了，把枪放下，别把事情闹大。事到如今，都是你们逼的。有什么话，跟阎王爷说去吧。我刚刚已经报警了，你们都跑不了的。不行了，都没枪吗？没劲吗？没有捏，但是他一直掉。你呢？你捏了？我听到倒了就捏了，肯定。哎呀！哎呀我操！不是，而且还有一个就是，我动作没接上就倒了。不是，我觉得他啪一下。赶紧继续，因为马上时间到了，我就直接倒。不是，主要是我一回来，他们就乱了。你们这边怎么回事啊？我血包掉了。他血包掉了，然后他赶紧往后倒捂住那个血包。我跟没捅上去。但是衣服废了。对啊，主要是衣服废了。现在去商中买一件可以。那时间上，来吧，今天先到这儿吧。今天先到这儿吧，应该说吧。我得找时间再录吧。啊。衣服掉了，手一。主要是我们之前浪费太多时间。太多器材了，确实是吧？像，挺像的，是真的挺像的。我捏很有技巧。主要是他因为这件衣服是深色的，所以不会太艳。两边用盖子打了多少年？那幸好你们都没捏，那就你的衣服比较贵一点。最后再说吧。一直掉，所以我前面就一直就整理衣服，就想伸进去，然后弄一下，然后一直掉了好多。行，就。还能录吗？这两位是被杀掉。这两个人还没有。好热啊！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。那玉姐和那位姑娘麻烦，谢谢谢谢。今天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是还是比较顺利的，我觉得。是是，辛苦大家。今天觉得大家表现得很好。下次这个还买，没事。我们再买还很多的，还很多的啊。没事。走吧。好的，辛苦大家。辛苦辛苦。